祝姐呢就会到后面那个区域跟大家面对面，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情感的交流，跟大家一起抱着哭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慢慢慢慢一步往前面，我们有工作人员的后面，好，要尽量小心。这一次我们要非常小心，这一次我们要巴结媒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答应我们，一定让祝姐上社会。上全世界的新闻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配合媒体，尽量不要攻击媒体。现在还没有，现在还没有，稍安勿躁。现在还没有，现在还没有。他不是拆了吗？啊，好，不好意思，那请大家站起来活动活动，喝喝水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有我们来宾要为大家讲话。